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啊，然后大家都很不能出门嘛，对啊，包括现在都还不能出国，对，所以其实那一段期间的确，我想其实也不只是休闲农场啦，应该是各行各业都不太好啦，好，休闲旅游啊各方面其实都不太好。不过现在呢，因为解封了之后呢，其实情况大为好转。的确，因为我们的郑市长呢，他也觉得说，桃园就是桃园莲花季是解封之后的第一个大型的这种农业的这种旅游的活动，所以呢，他也相当的重视，而且他也特别的加码，今年有很多的扩大了的来举办。那其实，在莲花季整个内容方面呢，也更为的丰富，也更为好玩这样子。我们家其实还是一直以来都是以种向日葵为主嘛。不过呢，今年我们特别引进了日本的新的品种。是一个比较高大型的一个向日葵。那其实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向日葵长得比人还高，大家觉得好像还蛮新奇的。那很多游客都会觉得说这里有点就是会有点像是在国外的感觉。那所以其实不只是来观音赏莲，那顺便来看看向日葵，其实是一天不错的行程。没有哎、欸，其实这是日本新研发出来的品种哈。那其实台湾本来就是四季就是宝岛嘛，那四季都可以种植向日葵，所以这个品种呢，它是一个我们以前就有种的一个升级版的品种，所以其实它对于这个气候啊、土壤的各方面的适应性，非常的良好。那最主要是它这个向日葵品种呢，因为它的生长势特别的强，所以呢，以前可能只长到这个胸部，那这个改良版的时候，它可以长超过了那个你的头，对，就是200公分左右。哎、欸，有哎、欸，其实啊，真的莲花季上个礼拜开始嘛，然后是郑市长也来特别来主持开幕式，对。那其实这两个礼拜来，其实游客的数量还蛮多的，好。那我想其实不只是莲花季它的这个内容的充分啦，那当然游客现在大家不能够出国嘛，所以国内旅游呢就是比较到处都应该算是到处都是人，所以呢就是游客还不错，还数量还蛮多的。其实市政府在2年前在桃园市设立的第一个休闲农业区就是我们观音莲花园休闲农业区。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休闲农业区的规划，然后这样的协会啊、哦、其实它很特别哦，因为它有很多很重要的任务啊，协助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休闲农业区的一个发展。好，那所以就当然主要的会员应该都还是属于这个休闲农业区里面的所属的这些的农场的主人们。对。好，然后呢大家在共同在这样的一个农业区里面，然后各自展现自己的特色，然后让这个农业区就是玩起来会觉得更丰富，好，更多的那种不同的内容。哎，当理事长其实本来就会蛮有压力的啦，哈。但是我想啊，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啊，其实因为这个休闲农业区，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休闲农业区，其实在它还没有休闲农业区以前，这个莲花季就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些的会员们，这些老板的这些农场的主人们，他们从事这个休闲农业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只是以前没有休闲农业区，现在有些。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在经营上啊各方面，其实我觉得影响并不是太大，而且不论谁当理事长，我觉得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那种对于休闲观光的这种经营的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还好啦。对啊，你看莲花季有20多年了嘛，然后呢这个协会呢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以前叫做爱莲协会啊，然后以前叫做观光协会，反正都是这一群人，只是到现在它更名为成为这种休闲农业区的发展协会。那当然协会其实在我觉得协会理事长啊、哦、其实他有很重要的任务，说带领这个协会朝向更好的发展啊。例如说
像今年的莲花季协会就统一的制作了一个设计包装那个莲子冰淇淋。对，然后呢，那所以大家来到观音莲花园休闲农业区，你不管到任何一家农场，你看到的那个冰淇淋是来自于同一个厂商啊，然后有这个协会的把关，好，然后呢，对，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吃得很安心，而且它的售价是完全是统一的，那我想就不会有那种什么就是哄抬价格乱七八糟的这样子。其实我们希望让游客能够就是很安心的来到这个休闲农业区，然后赏莲花，然后吃莲子冰淇淋等等。